那么刚刚呢，同学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非常好，我接下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啊，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，好几个同学四五个都问了啊，东哥，当我调 start 的时候，是开了三个线程吗？还是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当我调 start 的时候，是 run 自己调，login 自己调，reset 都会自己调吗？我接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注意听，创建了一个实例对象，意味着这个实例对象只能将来创一个线程，听懂吧？也就是说，你的 t 点 start 只有一个线程，一个线程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函数。那么言外之意就是，你调 start 的时候，它只会执行 run 方法，这个和这个它不执行。那你写这两个哥们能有什么用呢？我怎么调它呢？对吗？不要认为 t 点 login 这么调，这么调就废了。这么调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做任务，这是什么呢？你普通的一个对象里边 login 方法。那么怎么调呢？注意听，你创建了这个对象之后，你只要保证你先调这个对象里边 start 方法 OK， 那么 start 方法它会自己去调一个函数名，这个函数名一定是 run。 如果你没有定义 run， 不好意思，这个线程根本运行不了。听懂我想说什么吗？必须定义 run， 也就是说直白来讲，你调用的是 start， 但 start 函数里边自己调了 run，那么也就直白一点 ，run 是你线程要做的代码。那么这个和这个，我应该怎么才能让它俩调用呢？你在 run 方法里边，你想方设法，就在这个函数里边，你通过 self 点 login， 通过 self 点 register， 接下来就可以调用登录，也可以调用这个什么了，注册了，能理解我意思吗？不要在下边 t 点 login t 点 register， 这又回到了单任务了，不要这么多，而是在里边做。听懂了，也就是说以 start 开为开头，在 run 里边做， run 里边只要想方设法去调，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些事情？哎，是这么做的，能理解了吗？现在好的吗？再给大家一分钟，再理一理啊。